爱情应该像是阳光、空气和水吧，就像三餐吧，就是你一定要有的，就是外表是甜的，可是里面是苦的那种糖果。觉得爱情很像一阙宋词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。读这本小说最打动我的这个偿还，一定要找到一个人，你觉得你心甘情愿要还他什么？如果你生命里还没有找到那个可以还的人，其实蛮寂寞的。是。